天天气不错，适合出门转转。这几天气温高，湖里的冰都化了，水里的倒影很美。门口有家卖扔米皮的店，我点了份凉米皮，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白人辣椒先来上一口尝尝，辣香辣香的，美味极了。下次专门来尝尝热米皮。